left is hard. It's tearing worlds apart. I never told the moon anything about me and you. And I know I gotta keep on breathing, but you know it's really hard when you're thinking about me and you and everything that we can do. Are you gonna be on my side now? Tell me, baby, please, are you gonna stick around? 'Cause all my time's for you. Just tell me that you want me too. I've been looking at you from cry zone, and all these lights are dim compared to you. I've been fa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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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keep me 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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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ing. And every day and every way, I promise I'll feel the same. It's all of you more than any other way. 这波其实我觉得骚粉反起来是有点难度的，对方发条是先过来的，这波骚粉反可能要把自己反出事儿了。硬反惩戒拿到被粘，这个闪现 W 给自己加速，但是后续伤害能跟到吗？哦，还好都烫死了。哇，这波我觉得是有可能他觉得，哎 ，QW 比交闪躲了，我 W 一点用没有，我还不如 W 给自己加速。也不对啊，那 W 留在地上你走过去也有加速啊。打了小明的闪，这位是 E 上来打嘎啦嘎啦，漂亮一个 A E 闪，但是最后一下平 A 闪现进草，草里有眼，那下路感觉要对线双杀了。哇，哎呦，嘎啦这个 A E 闪，精彩精彩，补刀咬的是比较死的，看一下刚才这波下路的回放。第一波 W 交的太随意了，幻风这边没有挡住任何东西，甚至，哎呦，这个 A E 闪，这闪现过来刚好拉的那个位置太好了，这波很吸，好吧。最后这人头，但是莉莉亚扛龙扛得好伤，对，而且老牛没闪没大招，这位置老牛感觉要先被开了。哎呀，小明这位置应该是要死了。哎，我沙弥拉 E 上去了，而且嘎啦给了一口治疗抬起来了。那这个小龙的血量怎么说？沙弥拉跟快硬打了一个穿梭闪现，这个龙回血了，惩戒完57滴血被骚粉拿下来。这波沙弥拉怕自己死先 E 上去，反而让小明给跑了。本来我觉得小明这不都必死了，大招清下线。把阿斌拍一下，打三环，阿斌开大便，结局。海克斯闪闪上去吗？往左前方闪，哎、直接往前闪，哇，好快的反应！哇，两个人在往河道这边走上。刘总中，看到了莉莉亚，莉莉亚直接被秒了。哎呀，这波感觉 RNG 想的太简单，而且苏宁也很果断。好怪呀、啊！揪到小明，打个骗一下。哎呦，骚粉这下细呀、啊！这也去找苏宁的麻烦。对于 RNG 来说，是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他们这个阵容是需要先塔的，对，骚粉这位置没有交出闪现，有闪的二连起来，骚粉这边拆一个秒表，可以往右下方的红 buff 闪，闪下去之后感觉能走，反而是老牛的位置非常炸，老牛这边也得交个闪，阿斌接下来开出大面，昂在找对面的打野，小虎也来到这边，小虎的怒气非常好，骚粉这边在野区，老牛已经给到了视野，小威直播感觉只能往塔下走，但是这个数儿子没有给到，沙皇过来，这个人头最后是被 Angel 摸到了。苏宁并没有过来，骚粉想抢，但骚粉这位置也没有任何保命的东西，龙拿掉，大树的一个大招过来，留得住人吗？牛头直接开大招交出闪现，阿斌这边一过墙一个 Q 空了，发掉回身在等他，阿斌这边可能要被逼回头了吗？没有，阿斌直接啊，上校突然间的为什么发功，这经济差400，上校300-400，上校打起，想等纳尔变小，但变小这龙肯定是必打掉了。安卓在侧面发射的球在阻隔安卓的进场，苏宁们分割了很不舒服，而且现在这个龙的血量已经打到一半了，纳尔掉下来，哎呦，嘿嘿，我感觉现在，哎，大树开大了，大树这个大是清线的，大树的莉莉亚，莉莉亚这位置被戳了一套，直接戳残，10秒。不敢随意交技能，因为小龙快要刷了。但龙坑这个附近，哎，骚粉被 Q 到打了跳，老牛这边开了一个加速过来，大耳想拍，直接把大树给击杀了。而且老牛这边交闪现没有死，跑到后面，哦，直接拉回了一个侠之后，这位置感觉苏宁又只能拉开了，这样。来看一下刚才这波团战，骚粉先被开了一波之后，纳尔是跳上来一个大出了两，大出了一个闪现，然后。反手老牛交闪没死，而大树这边就回不来了。哎，这个 T 是下去抓小虎的，来了，绕到后面，小虎还没有察觉到。小虎这位置两段跳完之后，沙皇开始粘一个漂移推回来，小虎没闪的 TP 来保，但是这个。
个 TP 踢下来之后，小虎的血已经不健康了，跳出来推到墙上，大招拉漂亮，这波沙皇是一个闪现没有交出来，直接被李元昊加上快反杀了。是的，血量有点低，但是还继续在打大龙。大叔一个大过来，小虎这边被击飞，被捆住，但龙的血量很低，抢到了造粉，什么情况？第二次抢到，而且小虎的大师推出，你觉得呢？有可能，这我觉得又要沉寂一段时间了呀。对，这波大龙拿完之后，因为节奏其实是没有继续往前推的，因为兵线还要经过处理，然后 RNG 又选择去拿了那条小龙嘛，看一下这波大龙是怎么回事，闪现过来跟随自己的标，小虎已经磕了钢铁变大合计，被 Q 一下没感觉的，你还敢跳过，哎呦没感觉啊，小虎这边对一直停在前面疯狂的 A 自然之力叠上去，跑得飞起，闪现二连，骚粉反应很快，可以往下闪了，发条大招拉的位置非常好，小虎的两千杀直接到手，而且这两千杀能不能帮助队友继续扩大这波推进，跳上来闪现大拍电波拍到前面，打不到鱼柱剑锋这边扛灯速吧，扛不住啊，车在两边打断，小虎这边在扛塔，闪现在想杀小虎，但小虎实在太肉了，绑上去的奥也直接被击杀，哎呦，我觉得这一局小虎不光是两千杀呀，甚至现在是 MVP 的有力竞争者呀，马上兵线就要续上了，那我也在后面踢回来，这波是要一波的，沙皇这是被睡到之后先推一个，但是牛头打不直接过了墙一波了，小虎又打一头，幻风这边也走不掉，哇，这个人头会不会再让给小虎啊，我们看一下，哦，被发条拿到了，哇，那我觉得这局没什么说的，在创造历史完成生涯里程碑的同时，我觉得这个 MVP 应该也是小虎的，这把这个纳尔无论是对线单推一塔还是多次找机会，包括最后一波其实正是他找到了机会粘住了对方的骚粉，我们恭喜 RNG。赛后采访，我是洛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 RNG 拿到两连胜，我们有请到的是打野选手威，你好。大家好，我是 RNG 打野威。哇，今天可以看到发挥整体来说都非常的不错啊，然后也可以看到你在上一个大场的时候是拿到两个 MVP， 今天呢是小虎拿了两个 MVP， 两个上野好兄弟都发挥的非常不错，你的潘森和这个奥拉夫呢也发挥的非常不错，那你自己感觉今天发挥的怎么样呢？我今天发挥就挺一般的吧，队友比较厉害。好，觉得是队友比较厉害，很谦虚啊。那我们也说到队友啊，之前你跟 Crane 就是一个队伍的嘛，然后现在又在一起打了，有觉得有没有两个人之间发生一些什么样奇妙的化学反应？就兄弟游戏吧，玩起来有默契啊，玩起来本身就比较有默契。那可以看到第一把的时候呢，你们选用了上单发条，这个是赛前准备的还是临时做出的一个摇摆？赛前就有准备的吧，这个。赛前这个就有准备的呢，那我们后面的两把也是去根据对面的选择做的调整吗？是的。好，那我们有看可以看到你几乎是在上路比较多，解说都调侃你跟小虎是组成了一个两个人的组合，像双胞胎一样形影不离，那这是什么情况呢？是你怕他招架不住，还是他一直叫你过去帮他呢？阵容问题吧，就要去保护他。好，阵容问题就要去保护他。那如果说就算他不叫，你也会去帮他吗？会的。哎，会的。那平时你们两个人关系是不是也挺好的？还可以。还可以。那有看到啊，今天我们小虎也是拿到了两千杀，也是拿下了两个 MVP。你觉得他今天表现怎么样？作为上野好兄弟，要不要跟他说几句？就虎哥打得挺好的吧，然后就一直在带着我玩。啊，也是觉得很谦虚的，觉得是队友虎哥一直在带着你玩。好，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第二局 BP 结束选定石头人的时候，小虎就一直在做一个加油的这个表情，那当时他又在说什么呢？大家都非常好奇，可不可以给我们解答一下？就他在喊 nice 让对面选塞拉斯嘛，那石头人他觉得他打得过，就石头人打得过他吧。啊，他自己是觉得自己石头人应该能够打得过对面是吧？对。啊，其实也是预判到了对面选到了这个塞拉斯。好，我们也感谢威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啊。接下来时间交还给我们现在两位解说。